溜冰全国第一名，进奥运这样子。哇，为国争光，为国争光。很可爱的女生，非常的小资，对，没有错。四色科一样一个小帅哥，打篮球，画画，他是肉色，很高，很漂亮。景文，不是我听到了，景文的不是。所以你的帅已经跨越台北了，全台湾了吧？全台湾没有那么夸张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没有默契耶，没关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场，没默契的开场。对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景文高中。在网络上很多众多美女，就帅哥就发光，听说都聚集在这里。对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位特别来宾，就是我们的景芬教主。他今天跟我们一起探索校园生活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就带着景芬来一起看看景文高中校花校草以及风云人物。事不宜迟， Let's go go go。 台北市私立景文高级中学创校于民国51年，前身为指南中学，设有国中部、高中部及高职部，是一所综合性中学。景文高中的教学理念为以品德教育为核心，多元学习，适性扬才。2007年更与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合作创设悠人表演艺术班，知名美女主播侯佩岑也是景文的校友哦。今天的下课十分钟，我们就来寻找景文高中的校花校草风云人物吧 ，Go！ 班联会主席哦，对，那个吗？站得直直的在等待我们。等一下，非常的站到那边，你我观察一下这个，非常的高。同学，请问你多高啊？180公分。我刚远处有看到一个女生，但是我越走越近，发现越来越不对，越来越不对。好，那首先还是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景文高中班联会主席，高2/3李玉馨。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特色啊，或是有趣的习俗之类的。我们学校有很多各项专业的班级，宠物经营啊，或室内设计课都蛮有名的。你想读宠物的课程吗？我很想啊，我想要跟快乐猫咪还有狗狗一起玩。那你有没有想要为我们推荐一下学校的哪些风云人物啊，或者是校花校草？我们高中部有一个溜冰全国第一名，很活泼的学姐，很活泼的学姐。学姐 ，OK， 好，那你可以带我们去找她吗？可以，来找我们的学姐喽。Go！ 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高3/4班的李婷真。刚刚主席介绍你是拿全国第一，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有兴趣的？我是从国小3年级开始溜，然后溜到现在。一开始是就是那种国小的社团有直排轮，然后我姐姐去学，然后我妈才把我拉进去。一开始我没有想要学，所以你一开始是等于是被父母逼进去的。对，然后结果溜到最后姐姐不溜，然后我自己溜很有兴趣这样。那不小心就全国第一了。你家人都一直很支持你的梦想？中间就是。曾经有因为就是没有拿什么成绩，然后又因为什么花费太贵之类的，然后就有曾经想过要放弃。那你有没有你的未来目标？梦想啊，但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进奥运这样子。哇，为国争光，为国争光。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？没有，我单身。想问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种类型？理想型的话就是。运动型的，就是跟我一样会运动，180以上。我喜欢那种就是对起来很冷酷，然后对我很好那种。对，有没有一个明星或艺人？范本哦，蔡淳佑吧。哦，但蔡淳佑是你的。朋友，朋友。他是我好朋友。学校的风云人物或校花校草呢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是宠物经营班小小只的。她是什么名字？她叫庄子贤。子贤哦。那我们就顺便去看一下宠物经营到底在学了什么。没错 ，OK， 那我们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请问子贤在吗？子贤。
假的？好手机哦。先请你自我介绍。我叫庄子贤，然后我是321班的，然后是宠物经营班的。冒昧问一下你的身高？151。151。因为他看在我们旁边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熟悉。对，没有错。对，你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你们宠物经营班平常在干嘛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们平常就是在楼下的教室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 ，Let's go， 好，出发 ，Go。我们现在来到子贤平常上课的宠物教室了，还有他的猫咪。可以先问一下，这只猫咪叫什么名字吗？它叫喷嚏。喷嚏？为什么它叫喷嚏？对，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想名字，然后他就一直打喷嚏。那你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，你们平常上课都会做什么？就是先剪指甲干嘛的，然后呢，我们会送去那个水槽洗澡。然后我们那边有个大吹，就是拿来吹他们的毛的。他平常洗澡的时候会非常抗拒吗？还是他已经习惯了？他会很暴躁。哦，他会很暴躁，所以每次都要跟他战斗。对，就是我常常被抓伤。哦，你现在身上也会有抓伤的伤痕吗？这边就是，很大条哎，对啊，好可怕。那你们未来规划大概会未来走向在不帮在放？我们应该是高三会去东森宠物园实习。它后面有写，就是如果说去实习的，可以有宠物美容、宠物旅馆，还有门市的经营这样子。哇，好像不错，很多方面的经营，蛮好的其实。直接把你的未来规划好了。想问一下，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？有。他是什么样的类型？他很黏人。很黏人。是个小奶狗啊。小奶狗。差不多。很黑。很黑。你是被他哪一个特点吸引到的？他很包容我，就是他不太会凶我。那最后想问一下，你还有推荐就是校园的其他风云人物吗？李友全，看起来都帅帅的，然后就神经病，神经病，神经病，神经病。他会在学校。裤裤子 ，OK， 这么 open 哦，吓到。那他现在会在哪里啊？应该在教室上课，不然就是在脱裤子。反正我们都拉着班级早上看哦。看现在我没穿裤子，就是。好的 ，OK。那今天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永泉在吗？哦，哎呦 ，OK。Come on。那先请我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我是431的李永泉。那这位是，我是431谢承哲。可以先请问你今天在学校怎么会？这个装扮是？是该从男厕捡到的。哦，男厕捡到女生的制服。你们的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打撞球，跟杜安他们拍照。杜安是你的朋友？对，我们同班。那你呢？一样跟他们拍照、打撞球、打排球。你们在景文有什么封号吗？都别人讲。景文别人讲什么？别人讲怎么样？景文 F 是我听到了，景文 F 是。没有。直接问一下你们的理想型好了。姐姐类。好，姐姐可以，姐姐。长发。长发。大的双眼皮。好，那你呢？你的类型呢？好像跟我差不多吧，因为我抖音看到我妹都会传给他。哦，你们种菜。那你可以推荐一下你们的 F 四合伙伴？想说跟你们那么好，很好奇，想要见见他们本人，可以帮我们找一下他们吗？来就鼓，完全是可以的。OK， 那就麻烦你们。阿里嘎多。看来你们就是 F 四的其中两个人了，可以请你们自我介绍吗？你先。我是四色科的张浩廷。我是四色科王杜安。你们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打球啊，一起下去打。一样是打撞球吗？打撞球，我们都一起去打撞球。还有篮球。篮球。你们都会互相帮忙拍照，你们都是拍什么样的类型的照片？我喜欢拍那种偏韩风一点。韩风。给你看，都非常有质感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有哎。他迷妹超多的，高中生男生，然后就有5.8万追踪，很厉害。厉害的。而且你们两个感情很好，你们越讲越面对面。我说他们是情侣。那你们现在也高三了，你们对未来的志愿方向有规划目标了吗？随缘吧。随缘。所以还没有决定好要去哪一间大学，这样子。就看分数能到哪。你对。
可能表意之类的吧，想要尝试不同的风格这样。嗯，そうですか。好了，那我们也来进入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请问你有女朋友吗？有啊。有。我没有。没有。你先问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类型？理想型哦，就是皮肤白白的，然后就可爱就好，主要还是看个性。你呢？你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类型的？我喜欢长头发，然后皮肤白白，眼睛好看。眼睛好看。个性就可爱一点。可爱一点的。对。我们既然一次收集到了景文的 F 四，我们就让 F 四一起登场。F 四，欢迎来。画面完整，让对入镜，请入镜。来来。你们四个谁的迷妹最多？这个吧，是5.8哎，在台中高铁的哦，被认出来，对啊，被认出来，被要。刚刚回家的时候，然后他又被认出来，说喜欢他2年。所以你的帅已经跨越台北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全台湾了吧？全台湾没有，没有那么夸张。那你们有没有四个一起做过什么事最印象深刻的，或者最疯狂的？对对对，可以分享一下。前几天。前几天把那个小火车直接弄翻。我们前几天去参访，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在坐那个小火车，然后我们就统一往左，然后那个就翻车了。小火车，不不不，小火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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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好意思哈，我们出轨了。出轨？出轨了？火车一直出轨。就是你们那些大屁孩。还有什么大屁孩？不是大屁孩吗？是小屁孩。哦，小屁孩那么大，还小屁孩，大屁孩。活动多。好，那我们再问一下，你们还有没有推荐学校其他风云人物或是校花校长？有，那个高一的那个四色科一样的小帅哥，我感受到威胁。对，我们都受到威胁。啊，知道他是什么名字吗？他叫好像叫张善佑吧。善佑，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一年级在哪里？在楼下，在楼下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就是你找到让 F 四感受到威胁的男人，他独自称霸了一年级。没错，我是4-1-1的张善佑。你平常的兴趣专长？打篮球，画画，画画。因为我是室内设计。哦，你是能动能静感觉。对，没错，能动能静。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？现在没有。现在没有。那你的理想类型？有另一半的女生。什么意思？你的理想类型是有另一半的女生？这样对手只有一个。有另外一半的女生也是要有一个，比如说可爱啊，这样会比较吸引到你。对啊，姐姐类型的，大你多大才算姐姐？上下两三岁，两三岁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景文有什么最难忘的特别的事情？就是我国中拍别人大便，手机掉到别人的大便那一格里面。我今天在这学校待比较久，我去厕所的时候，你不要跟着我。那你有没有推荐学校其他的风雨人物或者是校花校长？英三一的吴慧仪。吴慧仪。嗯，她是肉色，因为她很高，然后很漂亮。哦，是符合你姐姐的那个哦。希望她有男朋友。我们大概要去哪里可以找她？应该在楼上跳。应该在楼上跳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楼上找她。OK， 好，先谢谢你。你就是刚刚善佑介绍的高三热舞社学姐吧？对，没错。可以请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嗯，我是景文热舞的退休社长跟公关，然后可以叫我雪莉。跳舞是跳什么样的舞风？我是跳 jazz 的。jazz 一开始是怎么接触想要跳的？我那时候是国中热舞社，然后就认识看到泰拉，特别喜欢。哇哦！你从小看泰拉长大的？从小看泰拉跳舞长大的。没有。那想问一下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就是没有。没有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我喜欢聪明的，然后比我高，比你高，暖一点的，就对我好一点。暖男。那他们有需要就跟你一样会跳舞吗？还是没有，只是我蛮喜欢会跳舞的。哦，蛮喜欢会，就有会跳舞加分这样子。嗯，我是一个舞痴，就是我的肢体很不协调。我之前可能拍抖音跳抖音的舞，然后就被说跳得太好了，下次不要再跳舞。所以说，对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救练律动？那今天我们先律动一个，你最近跳了抖音舞，然后让学姐看一下。例如，例如什么？
就那个有一些手不知道在干嘛，我想，我知道那怎么办？你在跳楼吗？请问？然后毕竟你知道会跳舞的，在我们频道有个老团的，就是现场表演蛋。OK OK 吗 ？OK， 可是我想要拉我朋友一起，拉朋友一起 ，OK 可以。OK， 好，我们的现场表演。OK。Let it go, take a chance. I will show you how to dance on the floor. Lose control, you'll be moving like a trance. Feel the music all around. Move your body to the sound. Lady boy, boy, come on. Roll the world to the break of dawn.是呀，我也不下了，看一下，大概95%上。对，那你再来一看，完全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的今天的下课十分钟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我们没有找到的人物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。没错，还有最重要的。大家记得去听哦，狗狗，还有他其他的专辑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小铃铛。再见。李泰拉，我们不是有一只吉娃娃还没洗、还没梳毛吗？好，打开。在洗之前要先梳毛吗？打结了是不是？打结了。那这怎么办？子贤，我们现在这只吉娃娃这样怎么办？我们就是不去拿剃刀，这不用拿出来了，太客气了。对，谢谢。子贤，我们先把这只吉娃娃抱到那边去洗。好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而且那还有吹水机，你干超快了。我是无敌的小。好，准备。